没有啦，官腔一点就是有一个好，有两个好队友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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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，因为也是因为他们前面的这些操作，才让我有后面的这些想法这样。那其他两队要不要表示一下？跟到两个好队友就会带我飞天。官腔？官腔？不是不是，因为五号刚自爆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太帅了，那瞬间。帅。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沟通起跳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想跳啊，因为刚好就是沟通起来，就刚好只有我可以跳。我想哇，对手是谁？我刚起来哇，不好哎，不好哎，十号是我好朋友。啊，那个也是，都是很漂亮的女生。我说哇，那我怎么下得了？很漂亮女生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念头告白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可能哎！不是他，因为就是下得了手。我对啊，所以我紧下的时候我就慌乱了。我说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乱讲，然后就被发现了。对啊，不过队友很厉害了，要不要讲？关羽最后什么名的？哦，因为我原本是在想说，就是大概率我那张到我发表的时候是要自爆了，然后我会指导你去到一九，因为我在抿牌的时候是觉得一像五牌。然后，我大概率觉得六跟十不会产五个猎魔人，因为我觉得第二晚他们不可能这两张牌还不动作，所以会没动作就是，一八九这张牌，所以后来八跳猎魔人，我想说 OK， 那就也是一九选这样。对，我跟你看法是一样，因为刚好八也不会是女巫了，对，因为我们第一天刀，第一天刀他，对。那我们拥有就是身份的有耿馨，我要发表一下，我很傲啊，对啊，最后一撞差点成英雄，撞对就是英雄，撞对就是英雄。我那时候要撞的时候，我还考虑是一撞，要撞一还撞九，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。然后我撞完的时候，我听到后面一声一切声，我就知道完蛋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要成罪人了。果真，我觉得好难哦、喔、这一局。对不起，可是应该是没事。我觉得在那个位置，如果你没有去撞的话，也是狼狼获胜，所以你那个位置得撞。我得撞吗？一定要撞啊！因为剩血月了。对，他自爆，血月控制吧。他们刀到一二。起来推他，他还是刀你，对，那还是一样，所以也是得撞你，所以放心去撞，没有错，对，输赢没关系。而且我要说，就我旁边那七号一直用眼神骗我，我一定你们会铁信，我们演示一下什么眼神，来放电一下，你表示，对镜头放电，对镜头放电，对镜头放电，用什么眼神对耿馨？我就看他说。你是好人吧？没有，对对对，耿馨在这里。耿馨，你是好人吧？不厌你了，这样诚恳吗？你有相信？哎，真的很诚恳，而且他就是真的很像是看到我觉得我是好人，所以他不厌我的那种诚恳预言家。我真的，在一起，我说预言，诚恳预言家感。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说耿馨，你演出社会好多年了，怎么不要这么说？不要这么说，还好还好。正片反面就是从头到尾清醒的好人。我很冷哎、欸，我一张头三的时候，五张头七，我心里超冷的、欸，我以为我是小丑，你知道吗？他都讲到快哭了，然后来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大家最后还是站你边的，虽然狼是回来倒钩你的啦。我没有点对一个狼坑啊。没事啊，我们把把都出狼，只是说我们刚好绳子没有作用到，没关系，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好玩笑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看呢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事，怨气要吐就吐一吐吧。好人慢一点。那个艾伦刚刚说要跟我交换 IG， 你得不到我的 IG。得不到。艾伦，你到底要谁啊？艾伦，看看啊，我说是男哥的，唱过的。那你想，我就问你，哥哥比较帅还是弟弟比较帅？哎呦，还是风格不一样，弟弟比较帅，他对你还蛮好的。没有，因为刚刚说是制作人，我说那我跟他换一下 YouTube 那个他的歌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其实要跟那个真的要跟念念抱歉，我很怕就是因为是效果啦，我是没有别的意思。好了，大家拥抱一下。对，那小强要不要讲一下？对，我没有玩得很烂，我真的玩得很烂，就是我聊爆了，我聊爆了，我的错。确实是我的错，可是我后来有勇敢站回来了。对，就是好人，就是你站错边没关系，勇敢站回来，好玩就好。对对对对。好了，那今天谁会被刷掉？你们觉得？我尽力了。大家都这样觉得，是不是？很可怕哎。还是闭眼睛三二一，指一个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觉得你们心目中会被刷掉的人是谁？这一场。好不好？可不可以选？不用啦，我会怕。可不可以不要互相伤害？我们选可能会晋级的。好，谁要选？唯一一个可以晋级，好不好？就大家各自选。是你刚刚的号码？这只手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大家各自选，大家各自选，大家各自选，可以。好，要三二一。哎呦！有了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超帅，超帅的，别浪费他。